好，我们来看一下妊娠合并性传播性疾病这个内容呢，主要也是我们伴着基本点学习一下行了。它也是主要是算一个了解过程，一个像我们说梅毒，还有第二个像淋病，还有第三个尖锐湿疣，还有妊娠合并巨细胞感染，我们叫 TOT 综合征，还有生殖疱疹，像沙眼体感染合并艾滋病，还有支原体感染。一般在我们这个性传播疾病里边，妊娠考试的重点在这儿，梅毒和什么淋病，还可能伴有合并尖锐湿疣。相比较而言，前面三个性病比较常见啊，后边这几个性病呢真的比较少见。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叫什么梅毒，大家看到我们需要熟悉内容，所以既然要需要熟悉，那你就看一下它应该考哪些考点啊。一个是对胎儿的影响，再就是梅毒的胎盘的病理结果，还有呢如何诊断它，再一个如果妊娠合并梅毒应该如何治疗。好，我们首先第一个，大家这个考点不要忘了，它是有感染的，谁呢？叫梅毒的苍白密螺旋体，是梅毒苍白密螺旋体而引起的全身慢性性传染性疾病。大家看了，一个是慢性，再一个什么全身，还有一个叫梅毒苍白密螺旋体，这是咱们说在这病因里边呢大家需要掌握的特点。再一个疾病特点是全身性疾病，大家学会了。在这个有梅毒呢分了早期梅毒和什么晚期梅毒，两年内的叫早期梅毒，两年后的以上的啊，病程呢两年以上的叫晚期梅毒，是这样分的啊，并不是说一个疾病的发生过程，它主要是说病程以为界限，两年内早期，两年以上叫晚期。那早期梅毒分了什么？叫一期、二期和什么？有了什么叫一期、二期梅毒？一期硬下肝，二期什么全身皮疹。那还有什么早期潜伏性梅毒？感染一年内我们叫什么没有发病，叫早期潜伏性梅毒，那也属于什么早期梅毒。这是我们叫早期梅毒。到了晚期梅毒呢，就是像除了我们说的金下肝之外，还伴有皮肤黏膜、骨眼的什么，这其他的生殖各种器官的梅毒，我们叫皮肤黏膜，还有神血管的，还有神经梅毒，还有内脏梅毒。所以这里属于什么呀？晚期梅毒，损伤是越来怎么样越重。大家看到没有，同学们？叫慢性。所以这个大家需要了解。传播途径不用说了，95%以上就叫什么？通过性传播。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啊，它属于性传播性疾病嘛。怎么传播呢？主要通过皮肤黏膜的擦伤处传播。所以一个是性传播，一个是皮肤黏膜的擦伤处传播，再一个就是母儿垂直传播啊。孕妇可以通过胎盘将这个梅毒螺旋体传给谁？胎儿，引起胎儿先天梅毒。也可以在分娩时通过产道发生什么传播，这是我们叫什么的传播途径。所以大家记着啊，95%是性传播，它也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好，这是我们讲这个什么传播途径。再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对胎儿对什么婴幼儿的影响。如果你患了梅毒，如果患一期、二期梅毒的孕妇，大家听好了，传染性最强。这个记住，一期就是早期梅毒的一期、二期梅毒孕妇传染性最强。若没经治疗的什么这个一期、二期梅毒，100%传染给孩子。如果没有经治疗的什么晚期梅毒，它的感染率是什么？是30%。所以呢，大家记住，一期、二期属于早期梅毒的孕妇传染性最强就行了。没有治疗，100%传给孩子，这个特点大家要掌握。再一个，像在早期梅毒里边有个早期潜伏梅毒，它对胎儿传染率高了80%，还可以有20%发生早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传染性对胎儿来说是非常危害比较大的。像晚期潜伏梅毒呢，有性接触没有感染的话，仍有10%的机会传给什么呀？传给胎儿。所以像这个晚期这个梅毒传染机会怎么样就会降低，但是早期梅毒传染几率还比较高的。好，这是我们讲的这什么关于这个特点。那我们来看一下的胎盘病理啊，梅毒螺旋体主要是什么通过胎盘什么感染胎儿，那就是说引起流产、早产、死胎或者叫先天梅毒。如果胎儿能够幸存的话，胎儿娩出伴有什么呀？先天梅毒。早期啥表现？你看皮肤有大泡，还有皮疹，有鼻炎、鼻塞、肝脾肿胀、淋巴肿胀。晚期梅毒多发生在什么？出现在孩子两岁以后。鼻炎像我们叫什么楔状齿，那个什么牙齿长得形状特殊，鼻像马压下去的鼻鼻啊。间质性角膜炎、鼓膜炎、神经性耳聋，这病损传染率明显增高。所以呢，两岁以后，你这慢性过程，它肯定已经什么器官损伤嘛，所以它的病死率呢，病残率也比较高一些啊。它主要通过胎盘传给胎儿。这在图片可以看到非常恶心的一个图片，是不是啊？这就是梅毒的什么传播，这孩子一出生这是皮疹啊的表现。好，咱们看一下第二个难点，叫什么梅毒的病胎盘什么病理啊。
胎盘病理什么表现，这也是我们诊断梅毒的一个什么特殊的一个什么特点。梅毒胎盘大而什么苍白，又大又苍白，而且颈下见有粗大苍白的什么叫柱状的什么呀毛绒毛。我们绒毛这样的是分叉的，它要是在颈下检查一下什么比较粗大跟柱子一样，叫什么叫柱状什么杵状什么绒毛。然后间支的血管有什么内膜炎和周炎的改变，并且狭窄血管周围有大量的中性粒胞什么浸润，形成什么叫袖套什么现象，就是说血管周围有什么好多什么白细胞浸润，像戴一个什么戴一个袖套一样，那感觉叫什么袖套现象。所以杵状绒毛袖套现象大而苍白就是梅毒的病理胎盘病理。这一个三个特点啊，大而苍白，还有什么杵状绒毛，还有什么袖套什么现象，就是白细胞浸润白形成的表现。所以我们诊断的时候呢，可以什么去病原体检查，可以直接取一期的硬下肝的部位去什么找一下里边有没有什么梅毒螺旋体就行了。所以这什么叫病原体诊断。再就是什么血清学检查，因为我们说做一个叫什么非梅毒螺旋体试验和快速血浆反应式试验，来常规筛查一下有没有什么呀梅毒啊。这个呢方法呢啊，就是敏感性高，还用于什么普查婚检还有疗效判定是比较不错的，就是梅毒血清学检查，查什么非梅毒螺旋体试验和快速血浆反应什么反应素试验，叫什么呀叫 PR， 叫什么 RPR，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血清学检查啊。但是它这个缺乏什么呀特异性，它特异就有婚检筛查普查有没有确诊，还需要什么进一步做一个什么叫螺旋体试验啊，确诊做什么螺旋体试验。所以专门讲的是梅毒螺旋体试验，一般用的是什么荧光螺旋体抗体吸附试验啊。那这个还可以做什么梅毒螺旋体被动颗粒什么凝聚试验，它主要是测定什么血清中特异性什么 IgG 抗体为确诊什么呀实验，该抗体可能终身什么阳性，它不能判断疗效，但可以什么鉴别有没有复发，还有没有再感染。所以说如果你感染梅毒，该抗体终身是什么阳性的，所以它叫什么确诊实验，曾经肯定感染过梅毒，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前面我们叫非梅毒螺旋体试验，它只是什么呀是筛查普查的，而梅毒螺旋体试验它什么能够确诊是不是真的有梅毒，就要查什么血清的特异性抗体 IgG 抗体为确诊实验。所以筛查确诊含义理解就行了。还可以做脑机液检查，主要指的是什么呀叫神经梅毒，它包括脑机液什么呀它的检查非梅毒螺旋体表现，还有白细胞计数，还有蛋白测定，还有下边我们叫什么先天梅毒的诊断。产前诊断先天梅毒很困难，我们主要可 B 超看些胎盘的病例，所以 B 超可以诊断什么出现，甚至可以提示诊断胎儿水肿啊、腹腔积液、胎盘增厚、羊水过多，都可以支持什么呀可能患梅毒，但感染胎儿的 B 超呢也可以正常。所以 PCR 什么呀检测羊水， PCR 检测羊水中梅毒的什么 DNA 也可以怎么样诊断。这是我们叫产前什么呀诊断先天梅毒，这个比较有困难，再困难我这有什么方法就行了吗？好，这是我们的常用诊断方法啊。咱们看一下诊断出来该怎么处理呢，一般我们说一期二期梅毒 100% 传给胎儿，所以呢我们看一下怎么处理，最好肯定是别让它发生呗，所以做一个产前什么呀检查，对所有的孕妇均应该在首次产检查进行梅毒血清学检查，看看你曾经有没有梅毒，你该不该怀孕。所以呢对梅毒高发地区，对高危孕妇，对妊娠晚期和分娩期均应再次什么呀筛查。说首次产检查我得什么进行梅毒血清学检查，特异性 IgG 什么呀 IgG 抗体，然后在高危的地方我到晚期和分娩时候会再次筛查。所以我要什么第一次我要筛，后边我要再查，2周以后如果出现死胎者，我要需要做梅毒血清学什么呀筛查。所以我们说就是你没有的不是高危地区，那如果你怀孕了2周以后出现死胎者，我也都需要做什么梅毒血清学什么呀筛查，就是我们叫什么产前检查啊。那第二就是什么我们要先帮他筛出来有没有，是不是提前治疗嘛。那第二就是治疗原则，首选什么药物呢，抗梅毒螺旋体青霉素，治疗效果啊，妊娠早期它可以避免胎儿感染，中晚期治疗可以使什么感受湿受感染的胎儿在冲之前能够治愈。那治疗疗程呢一般我们就是早期和晚期各进行一个疗程治疗，
这个原则大家掌握啊。所以我们说你要是早期筛查出来有的情况下，你预防这个什么胎儿感染什么今天梅毒，可以什么提前治疗，因为你早期治疗可以让它什么能避免你感染，用中晚期治疗可以什么给你治愈，所以呢避免你发生什么先天梅毒。疗程是早期晚期各进行一个疗程的治疗。对人是早期以后发现的梅毒，争取完成两个疗程治疗，中间间隔两周。大家听好了啊，二同学们，两个疗程中间间隔两周，因为早期以后发现的，那我们说必要是参加疗程。我因为说你提前发现的可以早中晚，早中晚两个疗程，如果你早期以后才发现的也得进行几个疗程，两个疗程，而且中间间隔时间什么呀，就是两周时间。这是我们说叫原则。那青霉素过敏可以脱敏白，可以选头孢，还可以什么，那真资料呢证明呢，我们说头孢这个什么叫梅毒啊，预防天然梅毒呢可能有资料不足，但像我们说四环素多青霉素可能孕妇不能用，是不是红霉素二青霉素疗效差不推荐使用。所以我们还是如果是什么青霉素过敏，那我脱敏我得用什么青霉素治疗，所以首选什么药物，青霉素啊。这是我们叫什么合并梅毒。第一个考点别忘了是由什么苍白梅毒什么泌螺旋体感染引起的慢性的全身疾病。第二个可以通过胎盘引起什么一些梅毒。分泌物里边我们可以找到梅毒的什么可以确诊。第一个血清学什么检查，用你筛查和什么疗效评定。治疗选什么呀，青霉素可以同时治疗什么孕妇和胎儿，百分之百能不让它感染呗。好，咱们看题目，梅毒孕妇传给胎儿传染性最强的时候什么，是一期二期梅毒，对不对？别忘了叫一期二期梅毒传染性最强，百分之百传给孩子。它的胎盘的特点我们说大而什么呀，苍白啊，大而苍白，它们的重量与胎儿之比是达什么1:4，要这个质量可以比较大的啊。胎盘的重量与胎儿之比达到什么1:4，所以这个胎盘确实比较大，叫大而什么呀，苍白。好，这是我们讲梅毒。看一下妊娠合并什么淋病，妊娠合并淋病也需要什么熟悉的，它主要考察大家对什么妊娠分娩对胎儿的影响啊，还有什么诊断和什么治疗这几个的考点。咱们看一下淋病啊，大家记好了，是什么有淋病什么耐塞菌变成什么淋球菌引起的，以哪个地方泌尿生殖系统化脓性感染为主要表现的什么一类疾病。就今年呢我们在我国淋病是什么呀，在我国发病居首位，记住考点，在所有的性传播疾病里边据首位的是什么，是淋病。病原微生物叫淋病耐塞菌，也成为什么淋球菌。它的主要的病理特点主要以泌尿生殖系统引起的化脓性感染为表现。好，这个特点在掌握。它的侵犯的位置啊，主要对柱状上皮以及什么移行上皮黏膜有侵合力。所以这个菌特殊啊，它的侵犯的位置主要是柱状上皮及移行上皮，这个位置有什么有亲和力，所以它离开人体呢，它常引的这个泌尿生道这个地方位置啊，引起化脓感染，离开人体就不宜生存，这叫什么淋病的特点。好，这是我们大家看一个图片啊，这就是说整个的什么这个黏膜柱状上皮移行上皮出现的啊，他们叫什么叫革兰氏阴性球菌，叫淋病什么呀双球菌，我们也叫什么耐塞菌双球菌，是俩球呗，这不就是双球菌吗。感染途径那不用解释了，可能还是什么以性传播为主啊，是不是间传播比较少见，可以是孕妇感染，可以是新生儿感染。孕妇感染可以累积什么羊膜腔导致什么胎儿感染，如果新生儿呢可以在分娩通过什么，因为通过感染产道而引起传染，因为产道肯定有什么移行上皮啊，或者叫什么柱状上皮啊，可以通过产道而导致什么新生儿感染。孕妇感染主要是可以累积什么羊膜腔，引起什么胎儿在宫腔内什么呀感染，这是感染途径，当然还是以性传播为主。咱们看一下对妊娠分娩胎儿婴儿的影响，在妊娠各期都有影响。早期呢它主要是引起什么叫淋菌性什么宫颈炎，宫颈炎要说可能会引起总收缩而引起什么流产，还引起什么人工流产后感染。那晚期呢可以导致什么胎膜早破，因为炎症会引起前列腺素释放，引起绒毛羊膜炎，引起什么产褥感染发生率增高，引起胎膜早破。晚期分娩后产妇抵抗力低下，容易发生淋菌什么播散传播，这是对妊娠各期都有影响。早期宫颈炎引起流产，流产后感染；晚期引起胎膜早破，羊膜炎引起产褥感染发生率高；分娩期引起什么呀？抵抗力低下，分娩后会引起淋病播散。对胎儿的影响主要是
可能会早产。你说你要是你是流产的话，你是这什么，那肯定引起早产了，对不对？还可以引起宫内什么呀感染。宫内感染胎儿容易发生什么？胎儿窘，还有什么生长受限，还有死胎和什么呀死产。胎儿宫内窘迫，胎儿生长受限，窘迫缺氧肯定会受限的，生长受限的。再一个严重就死亡了吧，叫死胎，或者是分娩时候死亡叫死产。这是我们对胎儿的影响。新生儿的影响，它可以通过什么应付的产道导致新生儿什么炎症？结膜炎和肺炎。因为孩子的过程中这结膜炎和肺炎，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好多时候在分娩过程中，胎娩出后呢要常规的用什么滴眼剂，要滴眼，目的是干啥呢？预防什么淋球菌感染什么呀结膜炎啊，还会引起肺炎，还引起淋球菌的败血症，为生儿死亡率比较高。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这个结膜炎可以引起角膜形成溃疡、云溢，最后什么两眼穿孔，就导致什么全眼球炎症，引起什么双目失明，这就叫什么新生儿的什么这个淋球菌感染的表现。这是我们说这两眼都什么样，睁不开了，是不是？都现在糊一起了，都化脓都嘛在一起了，那肯定睁不开了。看看诊断啊，诊断一个做分泌物图片啊，先一镜检底下能什么看到什么革兰氏阴性的双球菌，对吧？叫什么图片？再一个可以做什么分泌物的淋菌什么培养，是诊断淋病的金标准，所以把它写就行了。诊断淋病的金标准，可以图片找双球菌，可以什么金标准就是什么分泌物培养这个什么淋球菌。治疗呢，及时、足量、规范的用药为原则。目前首选就是第三代的头孢菌素，禁用什么昆特酮？大家都知道，孕妇昆特酮是禁用的。我们说，我们儿童14岁以前禁用什么昆特酮的药物？所以我们还是首选什么第三代头孢菌素。就像我们说梅毒青霉素，无论如何你就过敏我也选青霉素，脱敏加青霉素，对不对？然后这个淋病我们选头孢菌素，别忘了。用药方案我就不再讲了，因为要是我们根据情况，大多数都是局部感染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直接选头孢三代。播散性淋病可以什么静脉给药就行了。如果是有些淋病它合并什么衣原体和什么呀沙衣原体，我们可以用什么阿奇霉素配服，因为阿奇霉素可以什么抗衣原体和什么衣原体和支原体，对不对？如果淋病产妇分娩新生儿，我避免这个什么叫结膜炎，可以用什么 0.5% 的什么呀红霉素眼膏，预防什么淋菌性眼炎，可以给预防的用一下，也可以什么肌肉注射这个头孢菌素。这是我们说用药方案，具体用药方案一般在我们考主治里边考的少，但是我知道这过程就足够了。好，看看淋病的总结，需要大家就是淋病耐色菌，也叫淋病双球菌，引起哪儿呢？泌尿生殖系统什么炎症呢？化脓性感染，然后对容易引起感染性流产，引起播散性淋病。如果你们治疗不彻底，但我们说产后抵抗力低下会引起播散性淋病，对胎儿来说发生宫内的什么感染或者早产。诊断这个分泌物的淋菌的培养是诊断这个病的金标准，首选头孢三代。新生儿需要什么呀？预防用药，滴眼用 0.5% 的红霉素什么软膏。好，筛查淋病的金标准叫啥呢？分泌物什么培养啊，培养是什么金标准？那图片是做一个什么基本的检查，叫别忘了培养。淋病孕妇经过阴道分娩的新生儿不会发生啥？经过阴道分娩不会发生啥呀？不会发生耳聋啊，会发生结膜炎、角膜溃疡，然后肺炎和败血症，但不会发生什么呀？耳聋，与这没关系。它主要经过产道感染什么淋球菌、结膜炎、角膜溃疡，然后引起什么肺炎，会引起败血症，但不会引起什么耳聋的表现。妊娠合并淋病感染哪项是不恰当的？说对可疑感染者提取分泌物培养可确诊，说取金标准就分泌物培养呀啊！一发生胎儿宫内感染容易不容易？容易的。人人早期可以搞什么感染性流产治疗呢？首选昆特酮药物是错的，我们叫头孢几代三代，孕妇是禁用什么昆特酮的。高发地区可以做一个什么？目前可以做孕在产前做一个什么筛查，这是对的，同学们。所以说这都对，哪个不对呀？选 D 是不对的。好，再看这一个妊娠合并什么结孕湿疣，大家需要什么内容？哎，学习内容是不是简单？就是这个结孕湿疣对妊娠胎儿的影响，然后我们怎么处理就行了。结孕湿疣主要是叫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引起来的鳞状上皮疣状增生病变啊，是
人乳头瘤病毒叫 HPV 病毒，然后导致什么叫鳞状上皮有状增生，并且在我们举性病的第二位，第一位是鳞病，第二位是尖锐湿疣。生殖器尖锐湿疣呢，主要是低危型的六型和什么11型 HPV 引起有关的。像我们后边要讲的什么这个肿瘤，叫宫颈癌，主要是高危型的 HPV 感染。而且生殖器的尖锐湿疣呢，主要是低危型的六和什么呀？11型啊，六型和11型有感染有关系。好，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它的特点。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可以看到跟菜花一样，它这个病毒就长得跟菜花一样，看来我们像一个鲜花，上边挺好看，下边可是挺难看的。你整个在什么阴道口周围这外阴这一位堵的什么跟菜花一样，这就叫什么呀 ？HPV 病毒感染，人乳头瘤病毒。传播途径不用说，还是什么性传播为主啊。今年传播比较少见，胎儿分娩的时候接触母体的什么体液也可以传播啊。所以你看长得菜花样的、鸡冠花样的，是不是？还有蘑菇样的，还有蚯蚓状的，还有乳头状的，还有什么不规则形的形状，各式各样。但是大家记得啊，性传播是主要途径，那就对胎儿呢，就是孕妇呢，胎儿分娩的时候呢，可以接触母体的体液而传播，这是叫传播途径。高危因素就是说什么样的患者容易患尖锐湿疣，就说像孕妇，还有早年性交的，多个性伴侣免疫力低下，吸烟，还有高性激素水平者未发病的高危因素。孕妇、早年性交、多个性伴侣免疫力低下、吸烟、高性激素水平者。所以妊娠期由于这个系统什么受抑制，所以阴道分娩物增多，阴道比较潮湿，这是什么孕妇容易患尖锐湿疣，而且长得比较迅速。一般来说有个特点，产后可以自行什么呀消失，抵抗力增强又消失没有了啊。这是我们叫什么叫管着高危因素对妊娠对胎儿的影响。大家其实可以理解，刚刚看图片能看到，如果巨大的尖锐湿疣一个短阴道一堵塞，那肯定会影响分娩的，对不对？再一个，妊娠期间呢，这个组织比较脆弱，阴道分娩的时候容易引起什么大出血，它通过母儿垂传播。虽然我们说胎儿宫内感染极少见，绝大多数的什么是分娩经过产道感染的，少数可能会引起什么婴幼儿呼吸道哪个地方呼吸道乳头状瘤啊，这个我觉得挺可怕的啊。但是我们说比较少见，虽然是母儿垂直传播，但是胎儿宫内感染率极少见，大多是通过什么在分娩的过程中通过产道怎么样感染的，然后主要引起什么地方呼吸道以及呼吸道乳头状瘤。这是我们说对胎儿的影响啊，那跟前面的病不一样。所以说像梅毒100%，一期二期100%传给胎儿，对不对？它呢是宫内感染率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我们影响分娩，它可以大的包块阻塞产道，比较脆弱会引起分娩受大出血，这也可以理解。好，我们看一下治疗。治疗呢婴幼儿这个发生率比较低，所以过妊娠期呢以治疗什么母亲胎安全为主啊。36周以前，妊娠36周以前病灶比较小，然后说少还行，可以用局部用药，用那个什么三氯醋酸除毛病灶局部把它消除，大的可以用冷冻激光点穴，再大的可以直接什么手术切除，反正给弄掉就行了。多少周以前呢？36周以前啊。如果套足快足月了，如果病灶的外阴可以冷冻手术治疗，仍可以进入阴道分娩。如果大的病灶堵塞产道呢，可以择期剖宫产，因为可能在妊娠终止以后呢它会自行消失。如果经过阴道分娩的新生儿呢，尽可能的避免不必要的清理呼吸道，也怕通过在清理过程中以及什么呼吸道这个什么它的感染。所以呢，阴道分娩的新生儿呢，尽可能的避免不必要的清理呼吸道。好，看它的要点总结啊，妊娠合并谁呀？尖锐湿疣，记住是低危型的什么六和几型呀？11型 HPV 引起什么感染？也可以通过产道呢啊引起婴幼儿什么这个呼吸道什么乳头状瘤。别忘了我们可以做的什么叫什么它的 DNA 检测可以确诊，组织学可以取活检，对不对？方法主要是物理治疗和手术切除啊。物理治疗常用的什么像三氯醋酸涂抹，是不是激光呀冷冻都可以，所以它本身不是剖宫产的指征，大家记住就行了。好，这是叫尖锐湿疣。妊娠合并尖锐湿疣恰当的是胎儿宫内感染率并不少见，不是并不少见，是并不多见啊。这个是什么不对的，通过原产道感染胎儿罕见，它主要可以通过它产道感染，这个也不对。初的新生儿常患什么喉乳头瘤，不是喉叫什么呼吸道，是不是？
妊娠期病灶增长什么样是快的，不是慢的。妊娠期间容易患尖锐湿疣，哪个对的？是易选项，对不对？所以这都是什么呀？都是错的。通过这个尖锐湿疣，主要通过原产道在娩胎的过程中来是传染的、感染的，而且主要可能会引起什么？叫新生儿呼吸道的什么呀？有毒肿瘤。所以呢，病灶长的是在妊娠期间是长得快的，不是长得慢的。好，看着这个讲这个妊娠合并巨细胞病毒感染，我们也叫涛，我们来讲一个叫涛翅什么综合征。它的涛综合征主要是一组什么病原微生物的英文缩写字母啊 ，T 是弓形虫 ，O 指其他，主要指是梅毒螺旋体 ，R 指的是什么风点病毒，那个涛 T O R 什么 CH 是不是 ？C 指的啥呢？同学们叫巨细胞病毒 CMV 嘛，对不对 ？H 叫什么 HSV 叫什么单纯疱疹病毒。所以叫什么涛翅，就是我们的感染啊，这几个都是病毒，然后呢梅毒螺旋体比较特殊，所以又叫其他，叫 TO 啊， O 代表其他。那孕妇感染以后呢，它的特点主要是症状比较轻或没症状，但可以垂直传给胎儿，引起宫内感染，导致流产、死胎、早产、畸形，即使幸存也可能遗留什么中枢神经系统被损害，所以这就是它的主要的特点啊。涛翅感染症状比较轻，但主要是能够垂直传给谁呀？胎儿以及宫内感染。宫内感染导致什么结果呢？流产、死胎、早产，还有孩子先天畸形，就是幸存下来会伴有中枢神经系统被损伤，这是它的特点啊。感染途径通过孕妇啊，它主要是像我们说这个涛翅弓形虫吧，主要是食用了含有这个什么它的饱含还有什么包囊的什么这肉啊蛋类。没洗的蔬菜水果呢，还是什么爱感染的？像这个 IV 主要是什么？直接什么经过呼吸道这么传播的啊？那 CMV 巨细胞病毒呢，主要通过飞沫、唾液还有什么呀？性传播。所以我们讲这个，管讲这个巨细胞病毒感染，它主要通过什么？各种分泌液还有什么呀？性传播是主要途径。但像我们这个病毒主要通过什么？呼吸道飞沫传播。那个弓形虫呢，主要是这些动物感染的东西，还有包囊的东西传播的，孕妇感染的，然后的母儿传播。引起宫内感染、产道感染，还引起丘生虫感染。对它的影响，弓形虫对这个什么在胎儿形态的影响，孕早期的情况下会引起什么？像流产、死胎、出生缺陷、幸存者几率也低下。孕中期、死胎、早产、脑内钙化、脑积水、小眼球等严重损害。孕晚期主要是什么？还得肝脾肿大、黄疸、心肌炎。可能出生数年甚至数十年出现什么智力发育不全、听力障碍、白内障这各种的炎症，这就是弓形虫什么呀感染。所以早期就是孩儿没出来，然后中期呢一般就死了，是不是？晚期就是他肝脾肿大，数年之后、十年之后出现什么智力低下，这是弓形虫感染。那像这个病毒感染，风疹叫先天风疹综合征啊，也称什么葛瑞三联征啊，眼、心、中枢神经。眼呢就是什么先天白内障。青光眼、小眼儿，然后这个表现。心眼管呢，主要是导管未闭，动脉导管未闭不是畸形吗？你看肺动脉狭窄、失血、房缺、法嗣，又是引起先天的心脏病呗，对不对？它的表现。然后中枢神经系统呢，主要是感觉性神经耳聋，然后什么小脑畸形，然后脑膜脑炎发育迟缓、智力低下。所以中神经好，智力低下、耳聋，对吧？心眼管呢，就是先天心脏病、房缺、失缺、动脉导管未闭，还有法嗣。眼呢？先天白内障看不见，青光眼、小眼，是不是？这就叫先天风疹综合征啊，叫什么？叫格瑞格三联征啊，格瑞格三联征，眼、心、中枢神经啊，眼、心、中枢神经，这是我们叫什么？叫风疹病毒感染的先天风疹综合征。那巨细胞病毒感染，它主要是什么？它宫内感染的婴儿中仅有这有症状，主要就是它的生长受限、头小啊、颅内钙化、肝病肿大的表现，前面都有，是不是？其中 20%-30% 即将什么就死亡，然后 85%-90% 没有症状，但是有什么 5%-10% 远期会发生神经性耳聋、视力障碍，还有精神运动什么进迟缓、学习障碍后遗症啊，这它的什么特点啊？说宫内感染的婴儿呢，说仅仅 10%-20% 有症状，然后 85%-90% 没有症状，但是远期有后遗症，这是它感染的一个什么特点。看看临床表现与诊断啊，病史那肯定有反复，不管哪个病毒，它容易发生什么宫内感染，容易流产，所以不明原因的缺陷，还有死胎病史，
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一个病史的依据。再一个像弓形虫有什么摄食什么不利日动物喂养病史接触病史，像我们说小猫小狗对不对，然后出现什么有感冒出皮疹的症状，但是没有任何临床表现，你比如说叫风疹病毒感染。然后实验室检查我们做病原学检测，可以查什么弓形虫，细胞学检查查什么呀巨细胞病的包含体，然后病毒分离查什么风疹病毒，还查巨细胞病毒，还有核酸扩增试验看看是不是病毒感染，是哪种病原毒啊。弓形虫叫什么抗原检测，然后这个 CMV 做个什么细胞学检查，然后呢 IV 和 CMV 做一个病毒分离，还可以做一个核酸扩增试验，这是我们常见的病原检查。方法可以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般来说我要去检测病原血从里边找啥病毒就行了，这是一种方法。再一个血清血查就查了抗体啊，是某种病毒感染以后的特异性抗体，叫什么 IgM 和什么 IgG， 关键了解一下 IgM 代表是一个近期感染， IgG 代表是远期感染，是又复发了又感染了，可能是 IgG 比较高一些，然后 IgM 代表什么原发感染比较高一些，所以说通过查血清抹中这个什么特殊病毒的抗体来证明你曾经被它怎么样感染过。所以呢我们就是这第二项查什么血型学，第一项是病原体，第二是血型学检查，对不对？你像我们说 IgM IgG 阳性，如果什么它亲和力指数低应该为什么原发性感染，如果它高呢证明是复发感染，一般都是 IgG 有的话存在的情况下，那说明说这感染过而且感染几率比较高了。IgG 抗体持续升高呢去再次感染，如果是 IgG 阳性 IgM 阴性证明什么就既往感染，原来感染过现在没有吧，它的分子量比较大它不能通过胎盘，所以说其血中查不到 IgM 抗体，可以诊断为什么宫内感染啊。检查它如果是要检测到了证明是宫内已经感染过了，因为它不能通过胎盘啊。然后这个 TOUCH 这个什么这个 T 弓形虫 IgG 和 IgE 也可以用于什么急性感染的诊断，就是我们查形成抗体，你不用知道是怎么去查，但只要是查抗体也可以作为诊断方法就行了， IgG 和 IgM。 咱看一下怎么处理啊，这几种感染怎么处理，孕妇要是感染弓形虫首选乙酰螺旋霉素，中晚期也可以用什么盐嘧啶，同时用药时别忘了补充叶酸，它会导致乙酸缺乏，所以孕妇选什么药物呢，叫乙酰螺旋霉素，这个药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新生儿啊，即使外观正常也应该给予什么乙酰螺旋霉素，要注意一下。药物可以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但是并不治疗呢乙感染的胎儿。所以我们说到新生儿出生以后呢用它可以治疗，孕妇呢也可以治疗，这的目的可以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但是不能治疗什么已经感染的胎儿，治疗不了了胎儿。这是弓形虫，像这个风疹病毒和什么巨细胞感染是目前上没有什么特殊的治疗方法。那就说就抗病毒吧，用在中医中药抗病毒，然后呢你呢孕早期确诊的原发感染向孕妇和家属交代这个胎儿现在的可能影响性，然后如果想继续怀孕那可以孕妇感染5到7周后或者是妊娠21周后检查羊水中的什么呀它的病毒或者其中的抗体，以明确有没有什么呀宫内感染，并通过 B 超检测核磁来预测胎儿的结局，那根据结局情况去选择是终止妊娠呢还是继续什么呀下去。这我叫什么叫 TOUCH 啊， TOUCH 综合征几个病毒啊，孕妇感染后没有症状比较轻但可以垂直影响胎儿，我们可以通过什么病原体检测，也可以通过血清中特异性抗体 IgG IgM 来评价和诊断以后好几种方法，目前还有什么特殊治疗方法，所以呢如果带感染的我们主要是家属交代就行了。好，看一下巨细胞病毒感染中哪项不正确。巨细胞病毒可以妊娠而被解活，新生儿感染经过积极治疗可以预后较好，多数没有后遗症，错了有后遗症啊。然后下边妊娠早期感染者无需特殊处理，然后说作为隐性感染没有明显症状和什么体征，可发生流产、死产、新生儿死亡，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对不对？他说哪项不正确啊，妊娠早期感染者无需特殊治疗，巨细胞病毒感染可能会引致什么呀多无后遗症，那要预后长期的话可能有后遗症，以后遗症我们弓形虫感染有后遗症，那巨细胞病毒感染的多无什么呀后遗症，但是孕早期感染的我们需要治疗，不能什么不治疗，虽然没有特殊治疗方法我们也需要治疗。看下边这个，孕妇感染巨细胞病毒不能通过哪条途径传给孩子，宫内感染、阴道感染、垂直传播、乳汁传播、血液传播，谁呀叫血液什么呀传播，
它不会通过什么血液传播成为胎儿，它主要通过胎盘去传播的，然后还通过宫内感染，是通过胎盘、阴道感染、垂直传播、乳汁感染，但不会通过什么血液传播，没有它。艾滋病简单了解一下，艾滋病为什么免疫缺陷疾病，可通过母婴垂直传播，大家都比较熟悉，叫什么 HIV 艾滋病病毒，是不是？是免疫缺陷，就是说这个病毒哪儿也没去，攻陷了我们的什么正常的免疫细胞，所以导致什么免疫发生缺陷而引起的一切的变化，叫什么艾滋病。它的主要传播途径就是性传播，还有母婴垂直传播。下面这个衣原体支原体感染，它衣原体和支原体常常是合并的，所以支原体常常合并什么其他病原体合并感染，主要表现是非淋菌性尿道炎及声道的其他炎症。所以我们说这个泌尿声道的感染常见是淋球菌，然后这个支原体衣原体感染主要是非淋菌性尿道炎及声道的其他炎症，它常常是合并支原体衣原体感染。治疗呢大家比较熟悉，要用什么呀，用红霉素的药物，大环内酯药物，还可以选什么阿奇霉素，比较简单。好，咱们看一下这个题目啊，我们通过这题目我们了解几下，因为我题没有具体讲艾滋病呢，还是比较少见的，一般来说这个艾滋病患者怀孕的情况也比较少见，所以我们说大家把通过这几个题呢来了解一下就行了。怀孕28周，然后两日前曾与艾滋病抗体阳性者有性生活史，血清呢抗这个抗体检测最早时间应该什么时候检测呢，大家记住叫六到什么呀12周，我想看看他的体内有没有抗艾滋病的抗体，最早时间应该什么时间的六到什么12周。他总有一个你与他阳性的患者有性生活史，他主要通过性传播还有母婴垂直传播，你再看看他的抗体的产生的时间，你就查抗体他要产生以后再需要时间，所以呢最早时间什么时候进行的六到什么呀12周。关于支原体感染哪项不正确，妊娠期支原体感染可以引起晚期流产，然后哪项不正确啊，基因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引起机会性感染，它常合并其他疾病病原菌共同感染，一般来说是常合并其他病原微生物一起感染，感染多引起什么宫腔炎，有名叫非淋菌性什么尿道炎啊，还有生青的其他炎症，支原体所有素的共存不表现出什么感染症状，有些症状比较轻，主要表现为非淋菌尿道炎及声道的什么其他炎症，所以哪项不正确，选的是 C 啊，它主要是叫什么哪感染啊，叫泌尿什么非淋菌什么呀尿道炎啊，尿道炎还有什么声道的其他炎症，所以引起宫腔炎比较少见啊。那要是我们像我们刚刚说它主要情况是黏膜的位置，所以它对这个宫腔的感染呢比较少见，是错的，它是多引起，这样错的，它主要表现什么叫非淋菌性尿道炎及什么生殖道的其他炎症，所以呢这个 C 是错误的。